个是一般的自动伞，一般的尺寸，然后这个是四人家庭号的，两只重量是差不多的，差不多，这一只是算是轻量化的，所以它跟这种一般尺寸是差不多的。来，打开给你们看一下大小落差。一般的伞，好，这是一般的伞，这个是四人家庭号的伞，它也是自拍的，大小差很多，然后收起来呢，它这个呢是轻量化的，所以我们只要轻轻一拉，往前一拉，这样子就收起来了。不会像说大家想象的大把的伞，好像它很重，然后不好收。不会，它这个轻轻往前一拉，比那个自开伞还要好收。像这种伞的话，它是按一键，三折的按一键。这只还反而比较重一点。这是一般自收伞，它就是这样。那你收起来，你还是要再往下顶啊，因为这个如果你没有顶地上的话，不好收。它这个。四人的伞面径很大，往前轻轻一拉就收起来了。